晚安，宝贝。休息的时间到喽。我是香香牧师，我要用神的话语祷告，祝福你今天有好的休息。圣经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当你放手安息在神大能的同在中，你就会明白，耶和华上帝是你的神，是你的主。你安息，他就做工。爱你的天父正等候要施恩于你，为你成就大事。出埃及记十二章，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、亚伦说：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本月初十日，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，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，要留到本月十四日。在黄昏的时候，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，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。你们吃羊羔的时候，当腰间束带，脚上穿鞋，手中拿杖，赶紧的吃，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，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都击杀了，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。我是耶和华，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。当我看到这血，我就会越过你们的家。在我惩罚埃及人，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，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，也绝不会伤害你们。圣经记载，逾越节的那一晚，神说他要走遍埃及地，击杀埃及境内所有的长子和头生的。神要以色列百姓在房屋上用血做记号。神说，当他看见那血，就会越过这个家。这灭命的灾难就不会降临这个家庭。天父的孩子，你身上有耶稣的宝血为印记，如果旧约以色列人把无残疾一岁公羊羔的血涂在门上，就可以越过灭命之灾。那么在新约之下，罗马书五章九节说，现在我们靠着耶稣的血称义。上帝已经用无瑕疵神爱子耶稣的血涂抹、洁净、遮盖了你的全身、全人，岂不更能保护你、
越过一切的灭命之灾吗？既是如此，现在我就要为你祷告。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虽有千人染疫，中重症倒在你的右边，虽有万人确诊，死亡倒在你的前面，这灾必不能靠近你。因为病毒看见你身上有耶稣的宝血，就会越过你。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虽有千人因疫苗的副作用倒在你的右边，虽有万人染疫有并发症后遗症倒在你的前面，这灾必不临到你。因为耶稣的鞭伤，你必完全得医治，得恢复。所有的副作用、并发症、后遗症，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废去了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每一天，你和你全家的人都要平平安安的出门，欢欢喜喜的回家，香香甜甜的入睡，健健康康的起床。约翰福音十七章，耶稣即将离世的时候，他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，认识你是唯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就是永生永恒的生命。父啊，我已经在地上荣耀了你，我已经完成了你所托付给我的使命。你所托付我的事，我都已经成全了。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和你同享荣耀，在你自己的面前荣耀我，赐给我那创世之前我和你一同享有的荣耀，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我已经把你显明给那些你从世界选召出来托付给我的人，他们原本就属于你，你把他们赐给我，现在他们都知道了，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。我为他们祈求，我不为世人祈求，我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，因为他们是属于你的，我因他们得了荣耀，我的荣耀要借着他们彰显出来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在世上，我现在到你那里去，不再留在世上，他们却在世上。
父啊，求你借着你的名，就是你赐给我的名，保守他们。现在我到你那里去，我还在世上的时候说这些话，为了要使他们的心里充满我的喜乐。父啊，他们不属于这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于这世界一样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经赐给他们。我在他们里面，父，你在我里面。你爱他们，就如同爱我一样。天父的孩子，耶稣在离世升天之前，已经把天父赐给他的荣耀赐给了你。耶稣说，你是属于上帝的，你不属于这个世界。耶稣已经为你祷告，求神保守你脱离那恶者，当然也包括了那恶者所带来的病毒、疾病、毁坏、咒诅、灾害和死亡。神应许要用他的荣耀围绕你，神要你看见你自己的身体是被一层厚厚的荣耀的光环保护着，这荣耀就是上帝的同在，是圣洁的，有洁净的能力，有医治的大能。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遇见了麻风病人，是大麻风被洁净，而不是耶稣被传染。因为耶稣满有神荣耀的同在，耶稣有洁净的能力。这段圣经还提到，天父在耶稣里面，耶稣在你的里面。天父爱你，就如同天父爱耶稣一样。所以，天父的孩子，满有神荣耀同在的耶稣，满有洁净大能的耶稣，现在就住在你的里面。当你遇到病毒，是病毒被洁净，不是你被病毒传染。因为有神荣耀的同在，洁净的大能从你的里面彰显出来。当病毒肆虐，疫情笼罩大地的时候，这个世界要你恐惧、害怕、担心，但你是神的孩子，你是被分别出来的。即便
你和确诊者在同一个空间，但神要你看见，你已经真真实实的被上帝用隐形的防护罩保护着。神给你的保护十分平安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祝福你，每一天都有耶稣的恩典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你同在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死，又为你复活。因为耶稣的宝血，天父已经赦免了你所有的罪。因为耶稣的鞭伤，你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所有的疾病已经得医治了。耶稣就住在你的里面，你也住在耶稣的里面，你会经历天父永不断绝的爱，你会经历天父永不停止的供应，时时刻刻的保护。你一生的年日，必有恩惠、慈爱跟随。你已经因信称义，永远得救了。你是蒙恩得救的义人，你必因信得生。你的祷告已经蒙神垂听，你已经大大蒙福，深深被爱，备受恩宠了。永远记得，天父爱你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